想锻炼女神般的十一字腹肌线，却怕自己做不到吗？没关系，韩国腹肌线女神金云婷告诉你，过去不曾做过激烈运动的她，靠着以下两招，三周内身材就有了极大的变化，腹肌变紧实，屁股也变翘了。第一招，抬腿。第一步，坐在地上，双手手掌放在背后支撑身体，膝盖弯曲往腹部拉，呈直角。第二步，身体保持静止不动，慢慢将双脚往前伸，保持三秒不动后，再回到原来的姿势。要注意，不要将膝盖完全伸直，若用到大腿的力量，大腿容易变粗。每回进行十次，这个运动可以刺激腹部中央肌群。第二招，交叉抬腿。第一步，坐在地上，双手手掌放在背后支撑身体，双脚距离比肩膀稍宽，抬高至距离地面30公分。第二步，上半身尽量保持静止不动，双脚交叉，再换边。每回进行十次，这个运动可以均匀刺激腹部整体的肌群。锻炼核心肌群能免于腰酸背痛，更能改善姿势不良，让体态显得更好。只要方法正确，每天坚持5分钟，就可以打造梦寐以求的线条。